我们这里就是，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。我们这里就是，我们不需要手机。我们如果我们就是什么时候想给家人打电话，就是我们宿舍或者我们那个我们妹妹生有我们给我们安排就是电话。我们的民警通过跟我谈话，你是为了国家法律，然后推荐给我，移居那种一所学校，然后我跟家人商量以后，在这申请志愿来的。你是犯了什么罪呢？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将近人员讲的一些言论，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，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，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。But let's be focused. Even the organized trip can see that the members in the camps were there against their will.